超级助手。啊，快看！村长他们回来了。喜羊羊，山上好玩吗？还不错，这次上山学到不少东西呢。今天辛苦喜羊羊了，明天就换沸羊羊当助手陪我上山采药吧。啊，是。上山那么远，还不如在家吃波波糖呢。路上惊险刺激，太好玩了！今天沸羊羊干得不错呀。太好了！沸羊羊，我是为睡觉而生的高贵的羊，可不是空有力气的沸羊羊能比的。哈哈，山上的风景实在太美了，我还亲手做了一个花冠呢，漂亮吗？漂亮，漂亮，太可爱了！连美羊羊也去了。山上的青草特别新鲜，我呢带了一些回来，尝尝吧。啊，我也要上山当助手。今天大家做得很好，那明天就喜羊羊陪我去吧。好啊，好啊。为什么不是轮到我？不管怎么样，我明天都要当助手。懒羊羊，你是不是有什么阴谋啊？没有没有，大家别客气，尽管吃。你会这么大方请我们吃东西？我们是朋友嘛，朋友请朋友吃零食很正常啊。懒羊羊，你真够朋友。那我不客气了。好吃吗？好吃，真好吃。其实是这样的，我想你们帮我一个小小的忙。我想起我有事，我先走了。我也是，我也是。不帮忙的话，要把吃掉的零食还我。那你想让我们帮你做什么呢？只要你们明天不在村长面前出现就可以了。让我来当村长的助手。你当助手，不把事情搞砸才怪呢。我宁愿把食物还给你，也不能够陷害村长。我现在不要了，你们吃了就是吃了。我们赔你双倍行了吧？我不要，我不要，我偏要明天和村长上山。哎呀，好了好了，我们答应你就是了。咦，懒羊羊，村长，你来干什么？我来当村长的助手啊。啊，喜羊羊呢？喜羊羊他病了，他不会来了。那其他同学呢？他们都病了，来不了了。那今天就你陪我去吧。万岁！懒羊羊，你知道助手要干些什么吗？知道，你看，我准备了大量零食，保证村长你不会饿坏。还有这个收音机，闷的时候可以听音乐轻松一下。轻松？你这是在干什么？只要我一路上留下标记，就不会迷路啦。这个你倒做得不错。那当然了。
概走了十分之一吧。还有这么远呀！我不走了，我不走了，打死也不走了，不走了，不走了。一路上风景真美啊，而且山路又好走。你当然好走了，是我背着你上来的。村长，吃点零食补充体力吧。不吃。他不吃，我吃。灰太狼，你是怎么找到我们的？是你们留下的记号带我来的。懒羊羊有没有带刺猬装来呀？当然有。刚才还有，现在没有了。跑快点儿！作为您的助手，我早有准备。没路了，有办法了。我设个陷阱，把灰太狼绊倒，我们趁机逃跑吧。你们太慢了。得力助手，真该谢谢你了。不用谢，放了我们就行了。放你们下锅才对呀！救命啊！哎，这边，这边，我说是这边。哎呀，应该是这边呢。我说这边。应该这边才对呀。你们不是经常上山吗？怎么会迷路呢？平时都是助手带路的呀。已经饿死在这儿。倒不如先把你们给吃掉。我有带地图来。哎，早说吧，快点拿出来，快。根据地图的方向，我们应该走这边。好像又回到原地了呀。你这是什么地图啊？青青游乐场迷宫地图，我现在就把你给吃掉。哎，我有带指南针来。摔坏了。看来我要死在这里了。灰太狼先生，别泄气嘛，说不定出口就在附近呢。都怪你，我现在就把你给吃掉。前面是悬崖，后面是无尽的森林呐。我还是先把你给吃掉算了。我有带攀山用的绳索来。干得好。我们倒数三下，然后就跳下去。三、二、一。怎么会这样啊？绳子太重了，我就剪掉了一半。你们看，下面有个水池啊。好，你
们快跳下去！快！我不跳，我不跳，我不跳！怎么样了？我们没事儿。轮到我表演了。东西来了，嘿，发射！那不是火箭炮吗？村长，看来明天你的助手只能是我了。哎呦！Oh,